台湾一电视首播。教练说希望棒棒全力打，打到您家的电视机玻璃都被敲碎了，你看看。主播报体育新闻期间，竟然有 3D 人在打棒球篮球，唤起大家对于篮球的热情，交给东兵连线。这个是以动画做卖点的一传媒旗下一电视首集晚间新闻，昨晚七点在网上首播，和透过全台湾街头20面电视墙放送，吸引民众观看。记者在首播之后即时街访，发现一电视比较受年轻观众欢迎。看起来还蛮生动的，就是还蛮清楚的，感觉还蛮就是贴近生活的感觉。摄影棚是虚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有高科技感，很赞，非常赞。一电视首集新闻以社会、体育和国际新闻为主，强调民生焦点，政治新闻放在较后时序。采用数位化制播的一电视，初期预定在网路播出4个新闻时段，每节1个钟。一生是胆，我就是敢，